我知道，为师，现在你就是真正的凤凰了。倘若我将你忘记了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 天条大逆不道，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今天，我不光要斩杀魔凤，我还要替天界清理门户。父帝，我求你放过魏迟，任何惩罚我都可以承受。 收手吧！给我闭嘴！我等的就是这一天，我的皇帝必死。